折合于其他的大小失误，起码是3到4次。希腊选手佩特伦尼亚斯，后摆前翻成十字，压上成倒十字，肩和手要成一条水平线，后摆上成水平的支撑，后摆上前屈两周成水平的十字，弹十字。有问题，这里应该是一次到位，不能调整的。他刚才是一个倒十字，然后是后摆上成倒立，而且环绳不能有什么过多的晃动。下法总的说还可以，但是还是有瑕疵。那么吊环呢，也是有动作组别之分的，有5组。像第一组是屈身上和摆动，第二组是摆动成为手倒立，第三组是摆动到摆动成为力量静止，第四组是力量和静止，第5组是下法。在吊环项目上也有一些是它的专项扣分，像我们说的环绳过多的摆动。